差点忘记。好，又到礼拜三了。礼拜三晚上的，现在才知道啊。对，好，今天呢，一样先拉个赛啊。端午节快到了，会帮爸爸嘟。好多动不动没戴耳机，刚一定是刘丹戴耳机，应该是嘟。刚刚是卤蛋戴耳机，一个戴耳机，一个没有戴。我有注意到，我有注意到。我吃过蛮多的，就我们小时候有吃百宜粽啊，对啊，百宜粽就长了三角形这样这么长，像会就是一个钝三角形，钝钝平行，就是一个这么长这么细的三角，像回力镖一样，吉拿棒，没有，它也是一个三角形，是三角形的，它也是一个三角形，它就这么小一个这样，这么细，潮州粽，然后是包紫米嘛，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还有粽，我也不喜欢减粽，因为它吃起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减重的那个味，那个碱碱的那个味道有没有？有的时候又觉得蛮香的，是蛮香的啊。可是你就会觉得好像在吃一个化学废料的感覺。那你家里有一点，就是一罐那一桶那化学废料上面会浮的东西，有点捞起来做成重。捞起来，我是不喜欢减，就整体来讲，我不是很喜欢减重啊。对啊。然后北部南部重就像一个放大的羊羹加果冻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有一点重。什么东西叫减重？减重是客家的吧？是吗？不知道，它不是没有米跟肉，对不对？它是另外一种，它没有米跟肉啊东西，没有它整颗，它应该是糯米粉。我印象中它整颗就是那样，然后你要加东西。对，我有印象。它没有包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威力干嘛、啊？你又今天送个减重进来吃一下。我想说啊，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哇，20万坏了。减重，每次人家白痴威力干嘛了？我想说是威力，然后就推轮椅这样子。威力干嘛、啊？脚受伤了，太可怜了吧。我今天才看他 FB 有一张。不知道吃完什么东西，吃面屋一灯啊！哦，对对对，拉面，哎，好吃哎！我前几天没错，我前几天也是好吃好吃。不要再送来了。如果刚好买了一包经过，然后送个两三颗上来 ，OK， 没关系。但寄那种一箱的、一车冷冻的、一个货船的那种，一直摔的，真的不用。手有什么缺陷？你是像引起注意是不是？不是，今天都要 take 你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而且他。你就这样，你越来越像住在这里的人。不是你这样，然后你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啊 ，YouTube 下面留言又说，也不知道干嘛掉东西洗存在感，然后你要在下面回留言。然后 Facebook 又要发文这样，发一个励志文，我要去按赞，很辛苦这样子。不是，我就是太给气了，我要去按一下赞。不过太到，我也按个赞这样子。我你又来回留言了，按个赞，厉害厉害。真的发病了。不过你真的越来越像住在这里的人了，真的。对啊，那你越来越伤了。我刚，你下一次直接。戴发卷，然后穿睡衣进来，就哎这样子，然后穿睡裤，然后拿一个那个懒人台，谢谢您平常在家的状态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在那边主持节目，然后你在那边看那个跟看电视一样，还滑手机。对，你知道我刚没有上来的时候。刚才因为我们平常不在那小间吃饭吗？嗯。那刚才的时候我就看跟观者，我想说，那应该在那个大间那个，然后那边看到有一个人躺在那边睡觉这样，然后一直看一看，然后他们就说那边啦那边啦，然后说那谁啊？然后说圆圆啊，我说哦，我说这个居民啊，我看他就直接坐在那里居民啊，不知道他们都3点多就来了吗？你这么早来干嘛嘞？你到底来干嘛？你不是。妈的，6:50才到，不然就是3点就到。了你可不可以中庸一点、啊？你们都很我很少遇到比我还偏激的人。真的呢，你可不可以大概6:20来？对不对？你好偏激、哦。吃个便当，大家聊一下脚本的，对不对？舒舒服服的。3点来是怎样？先准备晚餐，是不是？自己炒便当都他做的，厉害厉害厉害，那就可以接受了，厉害厉害，懂了。你前上一集像超智人员呛声，创造了首次一集喷出4精华。超屌的，是不是？吉尼世界纪录。我跟你讲，好不好？没什么好讲，就你自己也不知道会这样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你知道？对，就是哎，什么对啊？什么？词穷的教官就会这样讲话。啊，你各位啊，你们啊，注意啊，尤其是那个几班的，对不对？你们那几个。啊，杨忠浩，你们那几个啊？谁啊？不知道要讲谁，只好点一个平常最常在教务处看到的学生。谁？你们几个啊？因为这次有很多精华同一集，然后艾尔贝就办了一个观众票选哪个精华最有趣的活动。我们有字卡，我们有一个已经
已经出炉了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结果试卡。你看，就是小饼280票，我们可以还有影片是。我个人也是投这个，哦，你是啊，我个人也是投，你有去投？我个人没有，完全没发现有这个活动，我也完全。但我个人觉得他剪的也是，我觉得最好笑这样。其他三个好不好？变一点新的花样出来好不好？都几年了，2017年了好不好？好不好？2017年剪一点新的东西好不好？莫名其妙的小饼是哪一个？继续掉。当爸爸那个的那个，是吗？小饼是我回家看。我们来看这个小饼的、這個、看小饼的精华。今天就是把你们可能会讲的梗，你们不讲超过分。对了对了对，就是会帮爸爸打什么？好嘲讽！好像乱剪完了，真的。这段精华就剪出来，然后配一个螺旋丸，然后再给螺旋丸洗手法。好帅啊！为什么你有腿？好屌！遥控的可以做那个叮叮叮叮叮，可是印度人。我看你蛮开心的。然后背景就很空白，好壮观哦！超屌的，你有看那个悠哉的脸？你好像在跟奶奶聊天，真的哎，我在跟长辈聊天哎。厉害！哎呦，那你们要不要再挑战？就那个警卫，结果现在连警卫都参战。哎呦，上来拿警棍开始打，开始打你，然后直接被截图。哎，到现在都抓不到人，签证一分局。好赞哦！好像找到签名了。好，厉害厉害，认输了认输了，来，继续厉害厉害，好不好？我觉得那不然你们那个，你们向我挑战一个什么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当做那个好不好？我觉得麦卡贝的剪辑真的是超强，对啊，成功，超有梗。我觉得不然这样好了啦，你们接下来挑战就是把我们的旧素材全部拿出来剪，为什么？然后看连播一个月，看观众会不会发现我们其实没有在现场。发现啊！接下来的挑战就是这个，如果这都做到的话，不得了了，我们就不用来了。国际新闻，真的哎，国际新闻，真的直接省广告费是不是？干什么？找素材啊！啊，就是你脸变超大个，不是？滴滴滴滴滴滴，太大了，没什么感觉，没有什么动。哇，你又要帮爸爸拿报纸了，是不是？会帮爸爸拿一卷报纸，帮爸爸报纸上面的油墨稍微先清掉。会帮爸爸。太夸张，太夸张，太夸张！玩核桃，超扯，感觉越危险，超危险。按一下就会跑出100个，超麻烦。按一下，你家电费就跳一度。哎呦，好爽哦！然后五月看才知道五月电费最高的观众这样子，送他一个宅泡面。我电费缴了520000，拿到一个泡面界的爱马仕，只有3.5颗星的龙虾，还不是送他星星最高的。这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肉粽，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粽，来自大安附近市场的湖州长方形湖州粽，打两个字，我没有说公账钱，然后有信心赢过你要是喜欢潮州粽 ，excuse me，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，OK， 虽然我没吃过潮州粽，喝 excuse me，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，大家一起吃吃看吧，对不起，因为不知道麦卡贝的员工多少人手指都付了一颗，那你也太没观念了吧，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呢、啊？祝麦卡贝节目一路长虹，奶鸡啊，好，谢谢奶鸡，谢谢。排骨粽是出绵绳三圈，还有排骨粽，你知道他排骨粽有多爽吗？太屌！他排骨粽里面就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一块排骨，而且是有骨头的那种。哇塞，好不容易吃哦！哈哈哈哈哈！爸爸煮粽子，配方爸爸，卤蛋王者，好，感谢。
杰林女神没有杰林代收，不用代收了。杰林女神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礼拜三。杰林女神已经暖暖暖暖，谢谢谢谢，还好有还好有还好有。好，为什么我的名字这么小？不过这个卤味对越来越像你家，真的，快来远人家吃饭了。等下就有个阿姨啊，她妈妈这样这样这样，要不要吃水果？啊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等下胡椒盐的啦。胡椒盐，他这边还有哦，他这胡椒盐，嘿，不错啊，他这个还有这个哎，胡椒啊，真的吗？蛋蛋，不是啊，那种士林夜市那种鸡蛋糕的那种，对不对？然后放到黑料，放屁啊！铁蛋吧，热铁蛋，铁蛋，铁蛋吗？你干嘛先吃一个八角啊？那个是八角吗？还是豆干？我咬超大力的，我把它咬超开了，好臭、哦！先吃一个八角再说，先狂吃一个八角，八角品味者。我来念我的，我来念我的，超大口的八角。你的你的，哎，从大中间，你剩下吃白的，你也 很入味。奶嘴的糖果、欸，哎，你没吃过吗？小时候没有，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好像牙膏哦，巧克力酱，巧克力酱啊。没吃过你就吃了嘛，是日本人呢、欸，吃吃看就懂了。直接这样子吃哦，没有对啊，也可以啊，对啊，这要加在饭上，屁呀、啊，或者是夹在粽子上，或者是挤在内裤上面吓同学以为你到。哎呀，你就算知道啊，这么多条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那个巧克力要怎么吃比较爽吗？太多条了啦，你把后面屁股咬开，你把你把屁股扭开，然后你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圆筒嘛，对不对？好爽！今天全部吃下去，还用，太多条了吧？太扯了吧？强力胶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吃法就是啊，给我一个塑胶袋。你要干嘛？来，你要塑胶袋吗？没有，给我一个塑胶袋。不要，挤进去然后搓热，挤进去啊。哎、欸，我想要就是上面就是涂一个那个很像牙膏的纸，然后放在那边泡泡泡糖。那挤出来说，这个家的牙膏咖啡色应该可以用。演员来拍一张照，然后整牙齿都黑了，太冷了。这个是什么、啊？是什么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好、哦，你想一想，是不是这个要挤上？没有啦，不用乱想了啦，这个就是这个啦。搞不好是、欸。你可以试试看。当年你只够钱买一条啦，不要被人家吃就不错。对啊，妈的，还要分在一半、欸，还两个合在一起嘞。哎、欸，搞不好可以、欸。有没有别？我看有没有什么？有什么糖？你看，好像我想吃，我想吃一个糖。哦，这跳跳糖还有奶嘴糖跟巧克力。我觉得今天好累。哇，真的哎、欸。这个蛋白质太多了吧，好爽啊。等一下，哪一个？都蛋哦、喔，出来看看，好爽哦、喔！你突然吃蛋，好好吃哦、喔欸。这鸭翅虽然很好吃，可它吃起来真的好痛苦，而且你们看我的门牙，吓死我了，掉卡一根，出好恶，送你，来，我们要那个鸭超恶心，你自己吃。圆圆把那个软糖上面放上巧克力酱，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办法，跟我当兵的时候从水沟挖出来的颜色差不多、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有我有看过，有卫生纸吗？好像有，刚刚好像哎，在外面好像有哎，丢头过来丢过来。啊！哎、欸，反射，反射动作，反射动作，防守，反射动作，反射动作，成功。谢谢，想防守啊？有吃了吃了，好吃好吃，这好吃。健康。现在的跳跳糖的脚丫子这么小，我感觉、啊、真的，真的吗？以前比较大、哦啊。没有啦，可是这么小啊？是小时候我们的嘴巴比较小。没有没有，小时候真的比这个大多了，大绝对大多了。小时候他妈巨无霸，是吧？两倍。对啊，小时候巨无霸。哇塞！现在我记得小时候的大波路是厚的。现在大波路，对，快变棉片，真的真的真的大波棉片路。哎呀，哎哎哎，到底会不会啊？不想吃是不是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到底要钓多少东西啊？你的你们刷奇怪呢、欸，你们莫名其妙。我先帮你骂，这样算命就不会骂你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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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国家，到时候我开分招去骂他，后演员刷成那个。以前我们高中我们班有个女生，就是胸部很大、啊，嗯，然后大到因为小时候也不好意思嘛，在发育，所以她就一直驼背，然后驼到后来都习惯了。就一直永远驼背的，很惨，很可怜，超麻烦的。明明胸部大，然后六级的时候就会炸翅膀出来。然后反不反啊？啊，各位给我说，啊，这些胸部好大，啪就对他喷，直接对他喷刺。哇，像他旁边被他变孤立，在砍他这样。他上课他座位就草丛这样，草然后跳出来，然后签到，啪就跳回去。这是他的。怎么怎么听不到？听不到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我听到了。恶心死呀！天啊！
好了啦，要多恶心啊，哇，你的假牙越来越明显嘞，真的，真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要再去搞一颗吗？不用，懒得搞，等它掉了再说。好，学的。我刚刚觉得没有巧克力的感觉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丑。如何如何？恶心死了！你为什么？蛀牙王哎、欸！哇，这个，哇！你真的心机很啊！脏到了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！哎，干嘛呀？你说，哎，你今天回家路上干嘛呀？哎！哎！哪有这种人？对啊，旁边还不是啊，还有点。那、啊、你不能这样给我超车啊，对不对？超过分。他下面的牙齿超干净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的怎么了？没有办法哎、欸。化学味，就巧克力啊。不是巧克力。哪是啊？我整坨吸干了，那七十热量一根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好阿雄。哎呀！哎，你讲台语啊？你讲台语看麦啊？你讲台语看麦啊？你们回家也会打，要变成《神鬼奇航》里面才会出现的坏人。美妆布洛克，好可怕、啊！我们现在上的这个是一个哦，这个唇齿的唇彩哈，来、哦啊、上唇的哦，对。这样，不是，你嘴巴不能合起来，我帮你上个。哇，你好、啊、你好迟钝。你就一然后牙齿露出来，牙齿露出来，你就一然后都不要动，嘴巴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哎呀、啊，这个基本上哦，我们敷在这边大概3到4年哈，会让你的牙齿等三到四年，你就可以得到就是我们的一项是骨头口腔，让你牙齿变，让你牙齿变。哎呀！阿美，乐牙子在、欸、你给我清掉，你给我清掉，恶心死！你果然不是我们的朋友，胖子们，我这样，我这样，太粗，你是。你是不是洗掉？哎、欸，阿鲁伟，阿鲁伟，阿南啊，阿鲁牛，你要哪掉下？掉下来，掉下，啊，掉下，掉下，哎，我怎么还掉？因为那个外送机啊，哎，外送机那边，第一间那个哦，那个哦，那个老板炒那个高丽菜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就胖哎，我那个泡高丽菜，你讲啊，这你还戴墨镜，戴二头针。我跟你讲，掉不到虾，掉那个寻龙椅哦。你还喝结冰水？结冰哎，喝结冰水。阿雷哦，你就是雷啊，没没什么，你就是滨海公路司机啊，奇怪，还戴墨镜吗？能管打够了。然后秋刀鱼一条，鲍鱼一条，秋刀鱼一条，然后大鱼就出了秋刀鱼。除了牙套上面，哎，这种时候观众就会留言了啊！有演员来解释日本的东西真好，这样子啊，你就要回去，你会去留言，谢谢你的支持之类的。我不会啊，你可以回来又没有关系，干嘛一直